我们在蛋里中国，我们有很大的很大的菜单，可是中国那里的话，员工的那个怎么讲，工作方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每次遇到那里的员工的话，服务态度也是有点，我没去解决了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在这里我们可以培训出来很多很多能服务的群体的话，我们可以在大理也可以做很大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最主要的是那个人命，那个人才的，可以懂我们的东西的，而且可以服务的，能说明的。而且我认为，每个群组要记住很多东西。如果他知道这个情况在什么地方是够用的，抓到的。比如说你刚才强调的那个健康的话，我已经发给了那个里面有一个这个视频，就是那个是20分钟的，我再次发给你的，这样子。